看到双方父母渐渐银发爬满头的时候啊，觉得父母真的是老了，从他们身上就像镜子也看到了自己。那时候精力还旺盛了嘛，那时候是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养老问题，那时候想的是怎么多赚一点钱，这是真的。退休了后觉得自己老了，完了呀。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有尊严的，而且享受一段美好的，就是人生的后半程吧。但这个后半程，我觉得就这些所有的想法和你的这个财务基础是紧密相关的。老去，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自然规律。当明天的你即将老去，今天的你做好准备了吗？在中国几千年的农耕社会里，奉养老人、养老送终是子女孙辈的义务，是中国人代代遵循的道德准则。养儿防老这种基于家族和血缘的养老模式，在近100年的时间里发生了改变。从家庭的、道德的、血脉的那种养老，那是农业社会、静态社会的一种养老的系统。一下子，我们快速地进入了工业化、城市化，甚至互联网化，这个时候，一下子全部打碎了。以土地维系的传统大家庭已经逐渐远去，养老从家庭走向了社会。但老有所养依然是每个人最朴素的愿望和追求。在这家养老院，生活着几百位平均年龄超过75岁的老人。55岁退休，我现在86了，是吧？也几十年了。大家下午好。养老院提供专业的养老服务，但不同于子女的养老义务。为了获得不同程度的养老服务，这些家庭需要支付相应的费用。我不需要用他们的钱，我6000多退休工资，一个月这里交5000来块钱，那么我还有多的。吴奶奶退休后每月获得的这笔收入来自中国的养老保障制度。吴奶奶刚工作的时候，中国还是计划经济时代，退休人员的养老费用全部由国家财政出钱来承担，个人无需缴纳。直到上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由国家、企业、个人共同负担的社保体系逐渐建立起来，养老保险属于其中的一险，个人工作时需要按工资比例缴纳，未来才能领到相应的养老金。此时吴奶奶已经退休，每月领取的养老金是她晚年生活的重要保障。但是这项惠及无数人的制度今天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绝大多数的国家的系统，或者说是绝大多数的体系里面都是现收现付，是我们大家在年轻的时候在工作的时候储蓄到一个养老基金里面去，然后这个会发放给正在退休的人。年轻人抚养年老的人，从整个社会来讲，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那不管怎么设计这个体系，这是一个最根本的矛盾。预计到205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至少达到4.38亿人，差不多每3个人中就一个是老年人。人口老龄化让中国的养老体系面临重大挑战，直接受到冲击的是现在正处于工作岗位上的年轻人。卢炳良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这一代人将是中国第一批切身感受到养老压力的群体。这让卢炳良不得不提前考虑个人养老问题。
而伴随女儿的降生，养老也关乎着整个家庭的未来。他降生的那一刻，我本身也是有了一个父亲这样的一种角色的话，那我自己的责任肯定是更大的。可能你到了55岁、60岁，真的到了那一天的话，如果没有做好足够的一个充足的一个准备，那可能未来相对来说就会特别被动。今天，中国人口老龄化正在加剧，通过哪些方式可以解决我们的养老金之困呢？早在20年前，基金作为一种新的金融手段，开始参与解决养老问题。时钟拨回到2000年，那年全国60岁以上人口达到10%，老龄化已经初露端倪。为了弥补未来养老金缺口，国家财政拨款成立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作为未来的战略储备金。但是，仅有拨款是不够的，还要让它通过投资保值增值。当年股票市场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大起大落，波动性非常高。那个时候，很多人都会说，把养老金投入到股市里头，是不是在赌博呀？投资是社保基金实现保值增值的重要途径，但是面对风险无处不在的资本市场，这笔关乎老百姓晚年生活的养命钱，谁可以承担起投资的责任呢？投资是窦玉明的职业，他是中国第一批基金从业者。2002年，他的职业第一次和中国人的养老发生关联，社保基金启动了第一批管理人的公开评选。通过社保基金作为一个母基金，选了市场当中的公募基金作为证券市场当中的专门的资产管理人，公开的价值标准，公开的选择尺度，公开的市场对比。发出这选聘消息，那我们都很高兴，我们都知道全世界社保基金，就是这种养老金，都是特别大规模的，成长空间会很大。一边是各个基金公司的跃跃欲试，一边是社保基金的慎之又慎。市场上几十家基金公司各具特色，选择把钱交给什么人来管理，关系到这笔养老金未来的命运。这个是我们当时选择管理人的时候一套基金管理公司的调查问卷，相当于像解剖麻雀一样，把一个基金公司彻底解剖开，然后看到它的每一步的细节，它从一开始的研究，到推荐股票，到这种投资决策，到怎么建仓，到最后怎么进行风控。答案问卷之后还有面试，当场的答辩。所以在前期呢，我们准备材料，那几天晚上有的时候都不回去，在那儿连夜准备材料，然后演练，带出去演练。到现场的时候，有一个同事没讲完，到时间就结束的，下来就哭了，没讲完呢。这是基金面临的一次大考，经过严格的选拔，最终只有6家基金公司获得了首批管理人资格，成为了最早赴中国养老金投资运营的管理人，为老百姓的养老保障贡献专业力量。这个其实就是蛮有情怀的一个状态，我们讲叫老百姓的养命钱。所以就是每一个基金管理公司，如果他有这个全国社保的管理资格，是很值得骄傲的。他知道风险在哪，而且愿意去承担风险，他敢于投资相对高风险的资产，他愿意承担短期亏钱的风险，但是他要的是长期的高回报。市场是最公平的考场，成绩单公开透明，检验着每一个基金管理人的专业水平。今天这场考试已经持续了近20年，随着越来越多考生不断加入，基金业成为了中国养老金投资管理的主力军。
到2020年末，全国社保基金年均投资回报率达8.51%，累计投资收益约1.6万亿元。但是，作为战略储备资金的社保基金，仍然不足以弥补未来全国的养老金缺口。如何进一步扩充养老储备？让我们去世界寻找答案。今天，养老问题正让全世界处于风雨飘摇中。日本，一对活到90岁左右的夫妇，至少还需额外的2000万日元才能弥补退休后所需的生活费用。希腊曾是欧盟国家发放养老金最慷慨的国家，但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为沉重的债务问题埋下了巨大隐患。为解决养老金缺口问题，延迟退休、弹性退休逐渐成为全球趋势。社会的动荡啊，真的都是因为潜在的就是养老体系的改革和它改革所带来的这些矛盾引发的。那么总体而言，就是说所有的国家都面临着人口老化，在未来几十年。20世纪90年代，恩学海去往美国读书工作，第一次接触到养老是来自美国政府公布的坏消息。每一年他都会做出一个预估，看看美国联邦的这个社会保障金的体系到什么时候会入不敷出。任何一个人，我不会把我的养老的希望全都寄托在说我20年以后这个社会保障金还会在，或者还会给我这么多钱。没有人会说我退休了以后我就全指望你了。I've been working in the same camera, local 600, for 30 years, over 30 years. So I have a pension in that, a retirement plan that's built into the union, you know, depending on how many hours you work over your lifetime. And then there's also Social Security, which I pay into every week, that's supposed to be there when I retire.罗伯特一家和大多数美国家庭一样，都必须面对国家养老金缺口日益严重的现实。但好在，这并不是他们唯一的养老金收入。今天，世界发达国家养老金主要由3个重要支柱构成。第一支柱是由政府主导并管理的公共养老保障，相当于我国的社保体系。它覆盖人群广泛，但仅用于解决最基本的养老需要，一般占养老金总资产的20%到30%。第二支柱是由企业发起，由专业投资机构管理的职业养老金计划，主要覆盖企业职工，是政府公共养老金的重要补充，占到养老金的1/2左右。第三支柱是居民自愿参加的个人养老计划，通过购买不同风险偏好的养老基金、养老保险等金融产品，满足了更多样化的养老需求，占养老金的30%左右。在这种多层次的养老体系中，第三支柱个人养老计划通过金融机构的专业化投资，提供不同风险偏好的理财产品，为人们养老金的保值增值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分担了人口老龄化给政府带来的压力。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必须靠自己这个第三支柱，自己的个人的账户，自己的个人的理财和规划来支撑自己退休的这个生活。按照世界银行的测算，如果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不下降，那么养老替代率需不低于70%。也就是说，如果退休前工资收入为10000元的话，退休后收入至少7000元。今天，发达国家的养老替代率基本上在70%以上。在中国，平均养老替代率不足50%，几乎都来自社保的养老第一支柱。我们从原来的这种国有化的大
包大揽的体制，就是全是单位负责的这样的一个体制，转变为每一个人要对自己负责任，国家也会对你有基本的责任，但是每一个人要为自己差异化的需求来负责任的这样的一个新型的社会关系。各位同事啊，把大家今天召集来开个会啊，你们对养老这个事情怎么看？我感觉就是老了可能就不用靠子女，不要给小孩有负担嘛。老了以后呢，有钱，你好说，好说，就是过得更好。如果过得不好的话，也不叫养老。是这里对，就是这一代开始逐步逐步老龄化的一个这些群体呢，其实是有收入支撑的，他要为未来的老龄生活要做足够的投资。啊，这种投资呢就不能够仅仅只是存款，仅仅是住房，它需要呢来进行适当的这种财富的现金流的规划，必然会带来以养老需求为主的财富管理。面对越来越庞大和多元的个人养老需求，2018年中国首批14支专门为养老目标而设立的基金获批，成为公募基金助力养老金第三支柱的开端。一个产品它能随着你的年龄的变化，收入的变化，随着你退休日的临近去动态调整资产配置的比例啊。各位90后的年轻人啊，你们收入是在不断的是递增的，这个时候你的赚钱能力越强，那你的抗风险能力越强，它就会多配一些权益类产品，风险高收益的那个钱。那到了中年这个阶段的时候，上有老下有小了，冒险精神相对来说会这个收敛一点啊，它的风险那一端的配比和无风险的那个一端的配比是打成一个平衡。当你老年了，真的已经快退休了啊，因为你没有进来的收入了，那你最怕的就是把这块存量都给折腾完了，是吧？没了，他就把你的有风险那一端压缩到最少。养老目标基金最早诞生在美国，它按照投资者在不同生命阶段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应的调整投资配置。在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通过分散化投资、长期投资的理念逐渐成为美国家庭重要的养老投资工具之一。2018年，养老目标基金在中国的出现是一次崭新的尝试和探索，不仅是产品本身，对于养老观念，人们还有着诸多不同声音。热播的电视剧里边有一个人老了以后呢没钱，然后投资又被骗，最后还被保姆给骗婚了。好多人就说啊，像这样的晚年那太惨了，那就要是年轻的时候知道攒一笔钱或做做投资，老了就不至于这么惨了。我们今天就要变的话题呢，就是说年纪轻轻到底要不要做养老规划。我怎么能把我养老的钱扔到股票市场里边去跌宕起伏呢？儿子去养老变得不在线，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这样的辩论也是今天中国养老社会观念的写照。为个人养老进行主动投资仍然离很多人十分遥远。养老的钱最大的风险是你的购买力被侵蚀的风险，而不是某一年看起来亏钱的风险，这恰恰是我们做养老投资可以承受的。我养老我是20-30年之后才用，养老不是60年才去想做投资，养老投资是年轻人的事儿。你的专业知道吗？知道吗？2018年，卢炳良除了成为一个父亲，还有了一个新的角色——养老目标基金经理。这个身份让他不仅要面对个人养老，还要承担起更多家庭的养老未来。毕竟你是管的养老基金，养老这两个字的分量就是非常重的，希望尽自己的全力能够把这笔钱给管好，珍惜他们一种信任。作为一个职业的养老金的基金管理人，你应该追逐一个长期稳定的一个投资方式，而不是追逐短期的一个绝对收益。就是你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但是呢，这个风险一定是适合于
这个投资者的风险偏好适合于这个投资者现在这个年龄的一个阶段。只有说我们就满足了投资者退休养老的需求，我们的产品才达到了它的目的。悄悄的就给他咔咔咔拍了好几张照片，半侧的脸，这表情非常自然，在那笑。正好是当地的落日。上海人有习惯把钱交给太太管理的良好的习惯。我觉得对一个家庭的经济的中流砥柱来说啊，把你的一部分收入需要有这么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规划。俗话叫什么？就是那个养老钱，养老钱嘛，是吧？其实就是个意思。养老目标基金从一个广告创意，走进了戴蔡玲的生活，并成为家庭理财规划的一部分。每一种养老理财产品背后包含了众多普通人、普通家庭对养老金增值的期待，对未来养老生活的向往。但是在期待和向往的同时，仍然不能遗忘，任何投资都会伴随着风险，养老投资也不例外。涉及到投资，涉及到理财的，都要首先考虑风险。买这种产品一定要到什么呢？正规的、持牌的、被市场的历史业绩检验过的这样的机构去买，啊，不要随便买，也不要追求过高的收益。这种产品本来规划的就是一个长期更加稳定、更加可持续增长的这么一种投资理念。我们如何能够更好的能够提醒大家对于养老有更充分的理念和观念，逐渐调整养老投资它的风险偏好和风险偏好所对应带来的投资收益。养老相关的基金产品在中国刚刚萌芽，虽然相对较长的持有周期能够让它避开市场短期波动，但是如同所有理财产品一样，会受到股市波动、基金经理决策判断、买入卖出的时间点等复杂因素影响。在全球范围，养老金投资损失的案例为我们提供着经验教训。2008年金融危机中，全球第七大养老基金美国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因为投资股票和房地产，总资产缩水达1000亿美元。20世纪90年代，日本养老金投资受到本国金融泡沫影响，资产大幅缩水。在风险面前，不仅需要投资者理性审慎地选择养老产品，需要基金经理、基金公司为投资者长期的养老需求控制风险，还需要完善相关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法规。到2020年，中国人平均寿命约77.3岁，预计2050年人均平均寿命有望突破100岁。到那时，全球养老金缺口将达400万亿美元，相当于目前全球经济规模的5倍左右。面对老去，你做好准备了吗？